也啪啪下来干。那时候还干？那都不带停，牛粪还帮着我抢，还和我俩抢呢。哎呀，他就能治了，那你没治。我感觉就是那走道都走不动了，溜溜那种，就是走走看看，就像踉踉跄跄，眼看要倒了，他也得挣扎着干，就那种人。要是能带走的人，别不说还能多活两天。不行了，这就个个早死累死那种。刘叔说，老伴儿勤劳了大半辈子了，本来就没跟自己享过啥福，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了，可老伴儿却再也无福消受了。2019年，老伴儿最终因心脏衰竭，永远的离开了他。他9点来钟就不行了，就跟我说一句话：“老刘，我不行了。”我要是有时候想一想，听着也挺不是滋味的，不好受。你哪怕是让我伺候你这儿哈，我也心里还平衡点。哎呀天！我也没老到伺候他。最后的那一天，那是要走了，那三顿饭也都是他做的。临走的时候，那饭都是他做的。他走的时候是9:37，晚上他难受急眼了，他喊我，喊我醒了就跟我说的那句话，就闭上眼睛没气儿了。老伴走后，刘叔形单影只，这孤独的滋味只有自己能体会。所以刘叔报名了咱们原来不晚。当红娘询问刘勤劳肯干的杨兰、杨姨、杨克兰，60岁，打工，离异，家住通化，住房面积86平米。因为我是走得更进一步呢。